养那狗要我全养了个屁的，就感冒了，发烧、咳嗽、流鼻涕，别动，浑身可烫了。刚才喂完药，给他贴个退烧贴。哎，我们的这个 UPS 坏，房东找人过来修 UPS。顺便这儿弄了个窗帘，挺好的啊，是不是杨大哥？难受不难受？啊？难受不难受？你要过去帮他的忙啊？都看见他朋友了，看见他朋友精神头马上起来了。这个好朋友啊，每天来看你啊，杨大哥。今天终于是不好好了，精神状态异常的萎靡啊，萎靡不振。大哥啊，一会儿他妈扫完地，我们去医院，领他去医院看看怎么整的。杨大哥，你的朋友每天胃口很好呀。来，我们这里又是鸡腿又是鸡翅的。啊，啥？妈妈看你尿血了。哎呀，不你摸你摸。刚才喂那个退烧药啊，还挺好使，吃了半个来小时，退烧了，就睡着了。等一会儿起来看看什么状况再医吧。你醒了，我摸摸烫不烫了。哎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好嘞呀，哎呀，看这状态不用去医院啊，一会儿那个退烧药再给他喂上一杆，他感觉还行。现在是吧，爸爸爸爸呀，爸爸爸爸啊，爸爸！哎，你放屁了，大哥！又到了家庭妇男展示厨艺的时候了啊！鸡翅，当然他们巴基斯坦这个鸡呀、啊，都是扒皮的，所有的鸡都要扒皮儿，没有鸡皮，所以这个鸡翅看着就觉得状态不大好啊。一会儿拿这个炖个大白菜吃 ，OK， 准备好了，今天来一个黄焖鸡的做法，葱姜蒜，辣椒，这个 See you tomorrow 剩的有点少啊，就剩这点儿，将就，开整，干啥？我做饭呢，你自个儿去玩吧啊！他这个烧呀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好了已经。杨三狗，你很强壮啊，哎呀，玩你强壮。我刚才又摸了一下，退烧了。这个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这个药是真好使啊，这药。看那个口水流的。那给呢？没有炒糖色，也没有老抽，所以这个颜色不是很，但是一定很好吃。杨大哥，你想不想尝尝？嘿嘿，金针菇、大白菜、鸡肉，哎呀！这又开始折腾了啊！烦死你了！之前不会爬的时候，就每天训练它爬，现在会爬了，爬得很好。该训练走道了，大哥，走吧。走呀，走，动一动，动一动来。
迈腿，迈腿，啊，迈，往前移动啊！坏丫子又在这儿直播呢，真努力啊，在家这一点。你走呀，你走呀，来过来。来来来，来呀、啊、来，嘿嘿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过来了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嘿嘿嘿嘿嘿。睡了一觉起来又开始烧了，杨涛你还行啊？杨涛狗现在一定是很难受啊，平常我抱着它，就是我要在这坐着它的反抗很激烈，现在连反抗都不反抗。三狗啊，行不行了？你娘换衣服了，换好衣服咱就走啊，上医院给你看看去啊。也不好好了，现在有点蔫儿，这小手可烫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先去给三狗，先去给三狗那儿瞧病去，下回再见啊，再见啊，拜拜。三狗说拜拜，再见。